叮当姐人超级超级好，而且超级亲切、温柔、知性，就是一切所有的美好感觉都她都有，真的。而且因为我一定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华语浪漫是我的第一张专辑，然后我就送给姐，然后不小心把那个姐的名字多了一个口，然后我就想说。完蛋了，后来才发现，他就说没关系，这表示我是唱歌叮当嘛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这个这个情商真的真的很高，我就觉得好温暖哦、喔， yeah, 真的就是有口的啦，没有啦，有口有口啊，第一个叮啊，啊有口啊，你写的都对，我小时候。小时候学习的时候，超级超级喜欢猜不透的。你是说小时候吗？小时候没有，我是说学习的时候。学习的时候，请帮我把那段卡掉。对，小时候。那见到本人跟以前看电视上看到有什么不同吗？本人特别好，而且本人很漂亮。对、yeah. ，真的很亲切，謝謝，喜欢，感觉很暖。对，好开心哦。终于遇到两个人。陈华给我感觉她真的是就是妹妹，然后因为最重要的是其实我还没有见到她，其实我就已经听到她就是有一路经历的一些故事，所以就是内在就会觉得说啊，这个妹妹好招人疼，很想要抱抱她。Hello， 第一次见，你好，你好，春华，嗨，叮当 ，Hello， 还好吗？严格啊，严格，有没有想要撞墙的感觉？是有那么一点，不会啊，老师人真的好，很温柔。真的、哦，小芬姐应该是我这尊里面应该算是那个外表温柔，但是是很狠的杀手级，杀手级的制作人。他会让你那个录音的过程会想撞墙，如果能够让你撞墙，这首歌就一定会中。啊，如此。这歌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！你当时拿到第一次拿到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这个 demo，就觉得萧煌奇好像唱的像日文歌，就是超级像的，他就是日文啊，他就是用日文的那个，啊、因为他的声音很暖，他的声音非常温暖。没有，他可是他的那个哒啦哒啦会很像日文呀，他的哒啦哒啦是蛮 freestyle 的 style， 对，哒啦哒啦。握起手指。因为我刚刚在拍摄，我才跟姐说，我说我很喜欢。我之前在那个 IG 上面有唱过，在我的厕所，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唱的，叫做我还是一样。你撩起你的流浪，很客气的分享。你有没有看穿我还是一样，淡然应付中装，为何还是好难？我超级喜欢的，每首歌都很喜欢，但是这首歌也是我心头。反正我觉得他的声音对我来说，他印象非常深刻。那个声音，那个很有那种金属感，但是那个金属感，但是又是非常的有那种温暖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知道你的那首歌为什么这么红，点播率这么高。哦，好爽哦！结束回去喝酒，哎、庆祝庆祝庆祝！因为我们这首歌其实都有写到我们彼此的歌。然后像是这个歌上面有五月的清晨，然后还有当姐的手掌心在发烫、嗯、因为你知道当姐有一天真的很可爱，她有一天我突然在校场的下车前，她突然腻我说哇你真的很棒，你加油，我觉得真的好可爱，她是性情中人，而且姐又很温柔，她私底下其实就是这样子讲话，我都会问她说你有没有会不会生气，会不会脾气不好，因为她都好慢然后好温柔，你过来
就类似这种。他说你没有脾气哦，他好像没有什么脾气。对啊，